这个是艺名，也是要取那个谐音 only you。没有。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。哦。哎，爱准我用我本名嘛，汪潘肥嘛。什么？哪代你有改？这个名拍两个拍戏啊，后来那个三立嘛，比赛出来，出道在三立开始哦。我台语的偶像王力宏，嘛叫汪力宏。啊，尾啊，我嘛有想到一个扬名立万，汪力宏。Only One 嘛，袂歹啊。Only One， 所以我尾啊，佮想到迄个国语的偶像是张学友，不咯 ？Only 有 Only You，Only You 就是只有你，只有你，独一无二。有歌每次那种他第一声下去，不是会那种贝斯嘛？啊，他每次那一声下去，我都很想脱衣服。太编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我刚说的那个男人类乱人类，对，乱人类。走，先等下，我都把你吹我，一直跟你吹到金汤，金汤。man 呐，六哥，那你跟那么多，包括可丽姐，那么多美女，那么多高手合唱过，对，你印象中是哪一位对跟你最有革命情感？嗯，真的就是在我左手边这一位了，林珊小妹妹。哎，为什么？林珊，我讲真的，我礼拜豪记唱片公司第一代，林珊就来跟我对唱。我们就开始找台南啦、高雄遐夜市啊。哦，那时候很盛行跑夜市。啊，迄阵吼，佮热天，啊，咱拢知影热天哦，迄阵吼，蚊啊上侪。哦，我讲真的哦，伊个脚啊，拢垫甲敢那迄个，垫敢那迄个红豆边。所以林珊姐那时候都是你带着丽友哥，去跑通告。对。如果没有你，这个通告就没有他了。因为那个时候应该说我知名度比他好一些些，多一点点。你先出道。对，我先出道嘛。对啊，所以出来的话，我们就是说又刚好公司有安排我们对唱。那你以前有听过他吗？就是还没见过他之前，我就是听广播，然后突然间听到一个声音，哇，感觉这个声音，这查甫的声音有够水耶！哎呦，听到伊现在想要脱衫，不要学我。那个就是说我听到之后，就是觉得这个男生声音很浑厚，是高哎，好有感情哦。对，然后后来过不外久，公司公要来签伊，对，我就觉得哇。太好了，太赞了！嗯，对啊，公司又来了一个这么会唱的歌手，是是是。六哥，你的名字是本名吗？没有，这个是艺名，也是要取那个谐音 only you。没有，你这个名字，你知道，你一出道我就一直记得你的名字，很好记。这个是叫做 only。我跟你讲，我是自己取完这个名字之后才觉得怎么会那么碰巧，有一首英文歌好像跟这个很像，因为。我19岁的时候，参加我们三立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。哦，哎，阿准我用我的本名嘛，汪潘肥嘛。什么？汪潘肥嘛，潘就是迄个攀岩的攀。汪潘肥。阿肥的。我用我的专名。好，那你有改？这个名拍两个拍戏啊，后来那个三立嘛，比赛出来，出道在三立开始哦。我的台语的偶像王力宏，嘛叫汪力宏。啊，尾啊，我嘛有想到一个扬名立万 ，Only One，Only One嘛，袂歹 ，Only One。所以我尾啊，佮想到迄个国语的偶像是张学友，不咯 ？Only 有 ，Only You，Only You 就是只有你，只有你，独一无二。买单讲 On 啊，做 On 的无 ，Only 哦，我无 On 别人，敢那 Only 哦 ，Only 五年哦，真的，高喝啦，不管怎。阮唱片公司头家若无好啊，柯鲁力真正头家，咱讲真诶，这只反应真好。